你们这是违法行为，走，跟我去自首。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？想跑，千年杀！ 我们都是清差，来啊，把我们都抓走啊！本来以为抓个小贼，没想到捅了老窝。一支穿林箭，千军万马来相见。王者要向我大杀，我万杀。山猫，他妈的，抄我！ 草原锁地，以后离他远点。听见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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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什么呢？喂！听见没？他妈听见没 ？I can do this all day。 就算你有三头六臂，也敌不过俺们这么多人。我承认阁下的团队很强。太宗主，我们也能组队，阁下又当如何应对？啊！ 穿越异世界，你却让我输得这么彻底！停！任何邪恶都将绳之以法。话说，你们为什么喊他监督啊？他是白金回廊的首席执行官，不叫监督还能叫他什么？